有两个要好的小朋友打架，有一个小朋友回到家了，他妈妈用责备的语气对他说：哎呀，你和你最好的朋友打架，你难道不害羞吗？就是嘛。他儿子说：嗯，是他先用石头打我的，所以我也用石头还击他。嗯，他妈妈说：哎呀，当他先用石头扔你的时候，你应该马上回来告诉我嘛。他儿子说：那有什么用啊，我打得比你准。